晋唐永，我父所祝福的人们，你们来吧，承受自创世以来给你们预备了的国度吧。阿肋路亚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主内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欢迎大家参与今天的弥撒圣祭。我们今天的弥撒是复活节八日庆期的星期三。我们在经文中都管这八天呢叫复活的当日，因为复活节是我们信有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。我们这连续八天要仿佛一天一样连续的庆祝啊，主的复活，我们信仰的新生命。在这台弥撒中，我们也特别的为心灵喜的兄弟姐妹们祈祷。现在让我们大家认罪，好能虔诚的举行弥撒圣祭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姐妹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。为此，恳请终身童真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姐妹，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基督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，上主求你垂怜。天主在天受光荣，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。主天主天上的君王，全能的天主圣父，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，赞美你，称颂你，朝拜你，显扬你，感谢你。主耶稣基督独生子，主天主天主的羔羊，圣父之子，除免世罪者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世罪者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坐在圣父之右者，求你垂怜我们，因为只有你是圣的，只有你是主，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。耶稣基督，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你恩赐我们每年度主耶稣复活的佳节，求你使我们借着现世举行的庆典获得你的助佑，能善度新生，来日得享永恒的喜乐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旺。阿们。恭读中途大事录。有一次，伯多禄和若望在祈祷的时辰，即第九时辰，上圣殿去，有一个人从母胎中就瘸了，每天有人抬他来，放在名叫利门的殿门前，好像进圣殿的人求施舍。他看见伯多禄和若望要进圣殿，便求他们给一点施舍。伯多禄和若望定睛看着他们说，你看我们。他就注目看他们，希望得点什么。伯多禄却说，银子和金子我没有，但把我所有的给你。因那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字，你起来行走吧。于是握住他的右手，拉他起来，他的脚和踝骨就立即强壮了，他跳起来，能站立行走，遂同他们进入圣殿，随走随跳，赞美天主。众百姓也都看见他行走赞美天主，
他们一认出他就是那坐在圣殿立门前求施舍的人，就对他所遇到的事满怀惊讶诧异。上主的圣言，感谢天主。愿寻求上主的人乐满心中。愿寻求上主的人乐满心中。请众感谢上主，呼号他的圣名。请众在万民中宣扬他的功行。请众歌颂他，咏赞他，传述他的奇功妙化。愿寻求上主的人乐满心中。请你们以他的圣名为光荣。愿寻求上主的人乐满心中。请众寻求上主和他的德能，要时常不断追求他的仪容。愿寻求上主的人乐满心中。天主的仆人亚巴郎的后裔，上主拣选的雅各伯的儿子，他是上主，是我们的天主，他的统治遍及普世各处。愿寻求上主的人乐满心中。他永远怀念着自己的盟约，直到万代不忘自己的许诺，就是像亚巴郎所立的盟约，像以撒格所起的誓诺。愿寻求上主的人乐满心中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这是上主选定的一天，我们应欢欣鼓舞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路加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就在那一天，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庄去，村名厄玛乌，离耶路撒冷约60斯塔迪。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一切事。正谈话讨论的时候，耶稣亲自走近他们，与他们同行。他们的眼睛却被阻止住了，以致认不出他来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些什么事？他们就站住，面带愁容。一个名叫克罗帕的回答他说，独有你在耶路撒冷做客，不知道在那里这几天所发生的事吗？耶稣问他们说，什么事？他们回答说，就是有关纳撒勒人耶稣的事。他本是一位先知，在天主及众百姓前行事说话都有权利。我们的司祭长及首领竟借送了他，判了他死罪，定他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原指望他就是那要拯救以色列的，可是此外还有，这事发生到今天已是第三天了。我们中有几个妇女惊吓了我们，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，没有看见他的遗体，回来说她们见了天使显现，天使说他复活了。我们中也有几个到过坟墓那里，所遇见的事如同妇女们所说的一样，但是没有看见他。耶稣于是对他们说，哎，无知的人哪，为信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们的心竟是这般迟钝。墨西亚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才进入他的光荣吗？他于是从梅瑟及众先知开始，把全部经书论及他的话都给他们解释了。当他们临近了他们要去的村庄时，耶稣装作还要前行，他们强留他说，请同我们一起住下吧，
因为快到晚上，天已垂暮了。耶稣就进去同他们住下。当耶稣与他们坐下吃饭的时候，就拿起饼来祝福了，擘开递给他们，他们的眼睛开了，这才认出耶稣来，但他却由他们眼前隐没了。他们就彼此说，当他在路上与我们谈话，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？他们随即动身返回耶路撒冷，遇见那十一门徒及同他们一起的人正聚在一起，彼此谈论说，主真复活了，并显现给西满了。二人就把在路上的事及在分饼时他们怎样认出了耶稣诉说了一遍。基督的福音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内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基督复活了，阿雷路亚。我们若与复活的主在生命中相遇的话，那我们的生命就一定会得到改变。在今天的福音中，我们看到厄马乌的两个耶稣的徒弟，是耶稣亲自的走进了他们，主动的与他们同行，所以不是他们主动，而是复活的主啊，去采取这个主动的，让他们能够有这种复活的体验。而在路上，耶稣的圣言让他们的心境得到改变，从心灰意冷、垂头丧气到满心的热火。而耶稣的这个圣饼也让他们的眼目大开，认出了复活的主。而认出以后呢，立刻主就在他们眼前隐没了，消失了。是不是复活的主抛弃了他们两个人，仿佛昙花一现一样，他们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呢？绝对不是的。那么主去到哪里了呢？主并没有跑远啊，可以说这个圣饼，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领的这个圣体，就是主的临在，主来到圣体中，通过门徒们的口进入到门徒们的身体里、生命中，从此复活的主和这些徒弟们合为一体，永不分离。这种复活的主在他们生命中的临在了，给予他们无穷的动力。我们看到两个人当夜就动身，跑回了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到厄马乌大概11-12公里。当天他们走到了厄马乌12公里。夜里了，当夜太高兴了，不能睡觉了，跑回了耶路撒冷啊，来来回回23-24公里，半个马拉松。所以可以看到复活的主给他们多大的喜悦和力量。这也是我想起在1924年巴黎奥运会400米的奥运会的跑步的冠军得主Eric Liddell， 他曾经说过，他说，天主令我跑得快，我为天主而跑，一切的荣耀归于天主。言外之意呢，就是说如果他在跑的时候他不依靠着天主，
没有少了这份力量和这个灵气，他再跑再练他也得不了冠军，是天主让他跑得快，心中有主，荣耀也归于主。我们在今天的读经一中也可以看到两位宗徒伯多禄和若望，因着复活的主的力量，因着复活的主的名义，他们治好了胎生的瘸子，瘸子又跳又喜乐。所以我们说这是不是神话呀？我们今天信主的人，我们去到医院里拽一个人的手，能不能给他拽起来？应该是他还是瘸。但是相信主的人必有奇迹相随，看天主的意愿必有奇迹相随。而最大的在我们身上的奇迹，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奇迹呢就是我们去世以后，我们也要像复活的主一样有复活的生命，那个生命才是永远不死的永恒的生命，是最大的我们身上的奇迹。所以主内的兄弟姐妹们，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复活了，阿肋路亚！耶稣基督复活的主与我们同行，阿肋路亚！上主，万有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食粮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现给你，是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。愿天主永受赞美。酒水的掺和象征了天主，其实我们的人性，愿我们也分享基督的天主性。上主，万有的主，你赐给我们饮料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，是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。愿天主永受赞美。上主，我们怀着谦逊和痛悔的心情，今天在你面前举行祭祀，求你悦纳。上主，求你洗净我的罪污，涤除我的铅油。各位兄弟姐妹，请你们祈祷，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。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，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，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。上主，求你接纳这位救赎人类而奉献的祭品，恩赐我们得到你慈爱的照顾，身心得到救援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请举心向上，我们全心归向上主。请大家感谢主，我们的天主。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我们时时处处歌颂你，实在是理所当然的，并有助我们获得救恩。由于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基督已完成了牺牲，今日我们更当隆重地赞美你，因为基督真是除免世罪的羔羊，他以自己的死亡消灭了我们的死亡，并以复活恢复了我们的生命。为此普世万民洋溢着复活的喜乐，踊跃欢腾，同时天上的掌权者和大能的天使都同声歌颂你的光荣，不停地欢呼：圣圣圣，上主，万有的天主，你的光荣充满天地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奉上主名而来的
当受赞美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上主，你实在是神圣的，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。因此，我们来到你台前，与普世教会共同庆祝我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伟大的节日。你已高举他，使他坐在你的右边。我们靠他的名恳求你，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，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。他甘愿舍身受难时，拿起面饼，感谢了，分开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：“你们大家拿去吃，这就是我的身体，将为你们而牺牲。”晚餐后，他同样拿起杯来，又感谢了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：“你们大家拿去喝，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，将为你们和众人请留，以赦免罪恶。你们要这样做，来纪念我。”心得调剂，基督，我们传报你的圣赐，我们歌颂你的复活，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。上主，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，向你奉献生命之粮、救恩之杯，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。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，并因圣神合而为一。上主，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，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、我们的吴成才主教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，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。求你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，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，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。求你垂念我们众人，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童真荣福玛利亚、圣母的敬佩、我们的主保圣若瑟、诸圣宗徒以及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，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、显扬你。全能的天主圣父，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、协同基督、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，都归于你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，又承受他的教导，才敢说：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上主，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，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。更求你大发慈悲，保佑我们脱免罪恶，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，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。天下万国，普世权威，一切荣耀永归于你。
主耶稣基督，你曾对宗徒们说，我将平安留给你们，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。请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，但看你教会的信德，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请大家互助平安。祝你平安，祝你平安，祝你平安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体圣血的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赐给我们平安。请看天主的羔羊，请看除免世罪者，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。主，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灵魂就会痊愈。基督圣体圣血，护佑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主耶稣，我真心全心你，在身体生世内，我爱你超过一切，我渴望领你到我心中。既然我现在不能适应你，请赏我生命身体的恩典，愿我完全与你结合，像你是在到我的心中一样，不让我与你分离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上主，我们既由往日的罪污中获得洁净，求你使我们借着恭领你圣子的圣体圣血，能成为新的受造物，善度新生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弥撒里称阿雷路亚，阿雷路亚，感谢天主，阿雷路亚，阿雷